租的这个房子，厨房的灯啊是这样子，老式的黄管荧光灯具，看一下，这都已经风化成什么样子。这两个线它直接焊在这个板上了，看这种小的，这个小的这么大，10块钱个，后边是带磁吸的，磁铁直接吸到苍穹，吸不大住啊就可以了。 OK OK， 基本上是搞定了，看来可以吸住，用胶布粘两道吧。 OK， 就随便粘两道，不好看，它没有那个牌没有了，就这样子，总比没有灯好啊。我租之前就已经没有灯了，他们也没完，也没有换，就我来之后就给换了。这个是老式的一个环式，就是很古代，还有一些变压器这些东西。这个已经风化成这样了，碎成渣渣的。好，把总栅拉上去。OK， 看一下灯。一成功喽！哇，这个亮光真的很刺眼，没有那个盖子就是特别刺眼，虽然是节能。